他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嘛，从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林恒志一定没有再支持她。求你的那些事情，您放心吧，我有数啊。不好意思，金小姐，你那些样品我暂时不要。小心车主任又黄了。好像文心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但是我起码知道文心经常合作那几家工厂在哪儿。 我给保证，我给到您的是最低的价格。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<笑>搞定托尼这个人，比利润重要。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跟恒志外贸，而不是我呢？我有一个感觉，人不想简爱外贸生存。